世台联合基金会是在美国登记成立的非营利慈善机构，并已非政府组织身份加入联合国全球企业盟约，履行了企业界对国际社会的责任。而姚鸿志自今年1月接任执行长之后，就积极带领工作团队执行各项公益活动。7月，并在联合国举办了一个周边会议，发表台商如何团结从事慈善救援，反应相当不错。 大家好，我是姚鸿志，世台联合基金会现任的执行长。世台基金会是由全世界台商所组成的一个非营利组织，我们现在也是联合国的注册的 NGO 的团体之一。我们最近7月14号在联合国这个代表台湾。 世界商会的会员，我们在联合国举办了一个周边会议，把台商怎么团结在一起，从事慈善救援工作的这个模式，跟联合国的这个同样的 NGO 做了一个发表，跟他们分享，我们得到非常非常好的反应，这也是我们。 迈入世界的第一步，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鼓励，我们更加的努力，做更多的事情，为世界的人群。谢谢。